都干了啊！干了呀！我喝醉的。都喝点。干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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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接下来我送给我的好姐妹蓝云刘老板一首歌，《明明白白》，我好的幸福。好。没想到你的身世这么悲惨，我认识你真的太晚了，小云。不管你以前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，今天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可是我，爱就是宽恕，爱就是超越，爱一个人，就要毫无保留地接受他的一切。睡了？什么呀，那么难听？什么不难听呀？不就是睡个觉吗？是不是你们都知道了？这是值得高兴的事儿，我一定是为你高兴的。这样让我怎么在这儿待呀？我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人，都跟他睡觉了，还在这儿待，肯定是跟刘老板去广州发展呀。怎么可能？我孩子怎么办啊？带过去呗。越说越离谱，你不信你看看。小妍，要不你跟我去广东吧？啊，去广东啊？嗯，对，你应该享受更好的生活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生活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。虽然你已经结了婚，可是不单我们生活在一起啊。如果你还想回来的话，随时都可以。你看，选择权在你的手里。可是我……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带着孩子去广东也没问题。如果不带，每个月我们可以再给他赡养费。你看，只要你愿意跟我走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你让我想想。这是什么？不是，小云，那个
我解释，事情不是你想象中那样。小云，我做生意赔了很多钱，还欠了不少外债。那些债主天天追着我，要我还钱，我要不马上还钱的话，他们就要我的命。要不我是不会干这个的。小云，求求你原谅我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做。我这贩毒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。刘彤，你知道吗？我已经怀孕了。我真该死，我该遭天谴。你别这么说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小雨，这么说，你原谅我了？这是最后一次，等赚了钱，等把孩子生下来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，好吗？真的是最后一次。我发誓，绝对是最后一次。而且此时我还是没有怀疑过刘彤对自己的感情，我仍然痴心的认为刘彤是深爱着我的。于是，我决定顺其自然，一切听从刘彤的安排，只盼望着刘彤能尽早因为贩毒赚了大钱，还了债，好开始我们新的生活。没事的，放心，那边我已经办好了。你帮我见见他们，这可是咱们家自己的生意。嗯。即便是有劳是人，你这个孕妇，警察也不会注意到你。记住，那边境内的老板叫腾腾林，他会护送你到边境，剩下的事就全看你了。只要把东西带过来，我马上安排交易。做完这一次，我们就可以洗手不干了。真的不会有事，相信我，我不会让你和孩子吃苦的。那你等我回来。嗯，这次辛苦你俩了，啊，回来以后少不了你们啊。刘老板要的货全在这里了，你们看一下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明早你们就可以出发了。你给他装一下。小宝去打会，我听奶奶的话。好，好孩子，那你把电。
电话给奶奶吧。哟，喂，啊，云啊，你一个人在外头要多加注意啊。家里一切都好，你就放心吧。妈，你在家也要注意身体啊。云啊，我听说君强在里头表现好，可能要提前回来了。是吗？哎，太好了，我知道了。那好了，妈，我这边信号不好，你一个人要多注意啊。哎，好，那妈我挂了啊。哎。行行行，就装这些够，剩下的那些就可以让两个男的来装。把包放进来。你是谁啊？你又谁啊？哎呀，别闹，把电话给我，我要谈事儿。哎呀，我们现在不正谈着呢吗？哎，小云啊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拿到货了没？你身边的女人是谁呀？啊，没谁，一个客户。刘彤，我不想做了。什么？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在用这次机会换我们一生的幸福。你不为我们着想，你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。难道你想我们以后连这个孩子都没法养活了吗？哎呀，烦死了，怎么还说不完啊？你到底行不行了？好，喂，来了来了。喂，小云，喂，好，拜拜。没事没事，我们也就想跟你玩玩。走开！放手！放手！就这样，我一直跑到边境。被你们发现了，不然我就没命了。那么这段时间你有没有跟刘彤联系？没有。你必须配合我们找到刘彤，不然你是脱离不了干系的。因为你非法入境携带毒品，你只有戴罪立功才能减轻你的罪行。我知道，我联系他。喂，亲爱的，你到哪里了？我在医院。什么？医院？我流产了。怎么会流产？都是那帮人，他们要跟我，所以我才跑的。这帮畜生，这团老板太不是东西了。小云，那些货怎么样了？货还在。啊。你在哪家医院？我马上派人去接你。人民医院。好，你千万别乱跑，明天我派人去接你啊。嗯，好。大哥，人呢？我们原本已经快要抓住那个女人了，可是什么？可是她已经跑过界碑了。一个女人也抓不住，完了，这有坏事了。就这么想刘老板交代啊？走。
走，跟我进去。哎，兄弟，蓝云呢？走了。走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早就走了，天亮就走了。真是的，怎么说走就走，也不说一声。哥，那咱们怎么办？好，咱们也走吧。哥，他怎么说走就走了，也不等一下？对呀，真是奇怪。不等他了，咱们走。宏伟，蓝云已经交代了另外两名毒贩的情况，你马上带人进行抓捕。是。哎哥，你说这个蓝云怎么还不来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个女人会不会坏什么事儿啊？她是老板的女人，应该不会的。你看，都这么半天了，你说会不会是老板安排监视我们的？哎，咱们不管了，不管了，咱们先把货运过去，咱们挣咱们的钱，咱们不等她了，赶快走。行，大哥，听你的。哎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老乡，没事，我们是边防警察。快走，不行，快走，双手抱头蹲下。哎，老乡。